作为 MASA 新喜剧的代表，还由内之外完美演绎了店铺框架的品牌信念。搭载首次于台湾市场亮相的 SkyActiv-D 1.5 决定柴油引擎，实现了高转速域极为流畅的引擎表现，以小排气量催发出 27.5 kgm 的最大扭力，输出直逼本格跑车，同时还兼顾了超越油电 SUV 的耀眼节能表现。高识别度的控斗混动设计也在车身上得到充分的展现，以利落的流线勾勒出蓄势待发的生命力，呈现野性耀动的绝美姿态。不被都市的繁杂路况所限， All New Mazda CX-3 演化出较房车高的车身与不牺牲车内空间的高坐高设计，让车型视野能够更宽阔、更安全。更令人惊艳的是， All New Mazda CX-3 将车高控制在可停入机械式停车场的高度，适应都会生活，灵巧无余。欢迎大家近距离的感受颠覆框架、跨越极具的最新力作 All New Mazda CX-3。现在请各位把目光放到我的右手前方，随着 Mazda 6的推出， Mazda 重新改写人们对于新时代大型豪华房车的期待。身为 Mazda 新时代旗舰房车的代表作， Mazda 6依然以提供欢庆驾驭、美妙感动为目标，外观设计全面采用混动可动 design。